主料，瘦肉200克，欧笋心30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蒜末、生抽、鸡精、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欧笋心洗净去皮切片，瘦肉切片，加入地瓜粉，少许的醋，酱油抓匀，起锅热油，放入瘦肉翻炒至颜色变金黄，下入切好的欧笋心中火煸炒，加入生抽再翻炒数遍，加入切好的蒜末、盐、鸡精翻炒一下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起锅前加入蒜末吃整个菜有蒜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C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